我的书其实它的主轴一直都是跟灵修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塔罗牌书之外，其实我出版的六本书都是跟瑜伽啊，都跟灵修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后期我在修炼灵修的过程当中，因为接到了瑜伽的这个脉络，那后来发现说，其实瑜伽跟灵修它的同理信息是非常非常高的。它不是只有谈鬼神，其实它跟一个人内在的修炼，不管是在灵性上的修炼，或者是在比较层次比较高层次的那个部分，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其实这两个最大的相同点在于是入门都是以身体为主要的修炼方法。那因为修了大就是。练瑜伽15年嘛，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他后来到最后的源头其实都是很类似，都是在练气。后来我就把我的修就是练瑜伽的这个过程，把它写成这一本《瑜伽禅定灵修：一段不可思议的能量旅程》。我想先分享一段故事。那其实那个故事是这本书它会成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这个故事，其实在我的书里面其实就有谈到了，就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到泰国的西弗兰达去学1个月的瑜伽师资营。那个月当中吧，第2个礼拜左右吧，都突然有一天晚上，就是我没办法好好的入睡，然后到大概12点到2点我就起床。然后就觉得说身上的那个气很充足，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那我必须要盘坐，然后一直等气消下去之后，我才能够再躺下去。然后后来它就连续发生了，大概第2个晚上、第3个晚上之后，我就觉得说，这种状况，其实这个就在灵修当中，我们把它称作叫做气动或是灵动那样子。那这种状况其实在我身上已经不太会再发生。可是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每天在练那个瑜伽4个小时，每天都要练4个小时，然后再吃素，然后打坐，因为不断在重复这些身体很纯净的修炼，所以又把这个很纯净的能量把它打开了。那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个问题到底是。我当然那时候就觉得说，既然我已经花钱来到了泰国，要跟印度老师学瑜伽，他们都已经练了40几年了，那当然你就会想把这个问题丢给这些印度人，看看他们这些印度老师怎么来看待我身上的这个所谓的气动或是灵动的现象。这是我当时最主要的目的。那后来我就跟我们老师聊到这个问题，那他的印度人讲英文嘛，然后他听了大概前面之后呢，他就摇摇手啊，就跟我讲说 "It's OK"，然后他就说这个问题其实我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了，那他就没有再讲，他就没有再想要继续聊下去的意思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这个就是在瑜伽里面，他就是昆达尼尼，他说这个就是昆达尼尼的能量觉醒了，然后他说其实练瑜伽的人到后面都会有这种的状况，他说这个只是一个身体的反应，那重点是你要把这个力量带去哪里？他说这个是才是修炼瑜伽或是每个人最主要的人生课题，就是你到底要把这个力量带去哪里？那他所讲这个力量不是说哦你要通灵、通鬼、通神、通什么，不是，他是说当你能量觉醒之后，你要做的什么事情，它会很快的开展出来，它会很快很快的翻转，非常的快速。那他说。重点是这个是要靠人的智慧去思考，说那你要把这个力量带去哪里？你想做好事，想做坏事，你要往哪方面更加的精进？他说这个是靠你去思考的嘛。然后后来我当时替我翻译的是一个日本老师，然后他学瑜伽也快20年了，他教瑜伽10年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会讲8国的语言，他会讲他日本人嘛，他讲英文啊、泰文什么都会讲，8国语言，然后他是说，当昆达尼尼这种能量觉醒之后，身体所有的那种觉知都会打开，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学什么，他是非常非常快速，等于是人生会大跃进就对了。然后他说，虽然他不知道我的。他的现象是不是昆达尼尼觉醒？但是他很确定，就是他学瑜伽之后，他的很多的能量是打开的，然后他做很多事情是非常的快速的，就是思考也是非常快速，然后他也不会去犹豫很多，他觉得这个样做就是直觉来就开始做这些事情。那后来我听到他的解释之后，其实有那句话真的就。